今天我们骑上了自行车，因为我觉得走路真的是对这种大江大河不太利于发挥我这个啊 run and gun 的能力。 run and gun rush and gun 骑上了自行车呢，就会非常的啊，腿就变长了呀，对不对？看到鲈鱼吗？啊，我觉得有鲈鱼我应该看得到的，毕竟我是千里眼。那里有好多一大群鱼，那是什么鱼？哦，一大群鱼。哦，一只鲈鱼，我看到鲈鱼了。那里有一只鲈鱼，然后上面有一个鱼群，那只鲈鱼大概有40吧。朋友们，我们来到了刚才那块桥的下面，我觉得这里有看一看的空间呢，能不能去看？哎呀，好的。这里感觉还不错嘛，首先来上近处 check， 对不对？依然是我们的喇叭机鲤。偶尔哈，这个鱼就在你脚下面。啊 ，shit！ 那一群鲈鱼没有勾中。看那个有一群鲈鱼的，但都不大，20-30左右。好的，脚边没有，我们就再下去点。刚才还真就在脚边。哇，水好清啊！就让它沉在底上，冲冲冲冲，这种动静。随波逐流，换一个 Deeps 的扫水底的，然后下面有个亮片。有点先从底层搞走，前面的这段线一定要拉直，很重要，要让它弯着。好的，2米左右，水深2米左右，就扣着底过来，很容易挂呀，这个就挂。啊，知道了，教学时刻，安东万教你解除挂底啊，朋友鱼尾纹啊，挂底的时候不要慌，弹一弹。哎，这什么呀？这个水最近清的啊，感觉都可以下去游泳了，还是怎么的？好多生命感觉。肯定有人挂底，即使在平日还是有这么多啊。这里还有一个滑板少年，看各种练习，牛逼呀！但是我们管不了那么多。这里没记错，还有一个篮球场的，我在这里打过篮球的。哎，不过等一等啊，那边好像有个小水塘。我们可以在那边去试抛两杆。哦，你看这个水坑真的是这两天因为台风又来，然后各种东西又下雨，他们说9月份是东京下雨比梅雨季节还多的季节，所以你看涨水就涨得很厉害。嘘，小心点，有没有呆萌蠢的小鱼？咬了，看到鱼了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我操，这么小的鱼，咦耶！来，不要伤害它，很猛，很萌哈，很萌。The rubber jig。嗯，小咪咪鲈鱼，嗯，回去。哎呦，好的，很快乐啊，很欢乐啊。没有了吗？
没有了我们就换地方吧。没有了呀。啊，走了，下一个钓点移动。90月的日本啊，这个天气啊，东京的90月天气变脸就跟大姑娘的脸一样快呀。东京90月变脸真是快，东京热不热？还是有点热的。这里还算不错哈，如果出去了的话可以试一下。钓鱼就是在各种肮脏的地方前行。蜘蛛退散，蜘蛛退散。哦，这边很浅，那边很深。要陷下去了，妈的！试试。一只鲤鱼，有好多鲤鱼啊！大家看到这只鲤鱼了吗？应该看得到。草堆里，我这边很浅，不知道那边到底深不深。又是一只鲤鱼，我可以撤。哦，吓我一跳，带鲤鱼。我靠，鱼群，看到没有，大家？我没带钓这种鱼饵，哇，好多，真的好多。有这个，他们吃吗？试一试。咬了，哎，这个可以的，咬了。我完全没想到竟然会咬，那是什么鱼？钓起来看看呢。可是这个钩子有点咬不中，再试试。还真咬了，而且跳出水面了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我们贴着底在走。来点节目效果好不好？各位，我刚才要解释一下，钩的这两只鲤鱼都不是我故意钩的啊，是那个什么，它恰好在我计划的那个行走路线上面来。然后呢，我这个人呢就目的性很强，哎。挡住了我的路，我也不会改变路线。这里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那上面写着 Abney。 来一只吧，鲤鱼也行啊。鲤鱼也行，鲤鱼行吗？鲤鱼也行吧，你们觉得呢？水表都没有，换一个。这里应该是正好适合我们的虾豆。啊，先做一下泳姿确认。嗯，不错，不错。一下子沉下去，泳姿太不好。什么东西？喜闻乐见。表演一个绝技，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哦！这么远，大
哥这么远，我杆子都进去了。我其实可以跳下去，我今天跳下去，咱就回家了吧。我看看多深啊，还是有点深，不查得全湿了啊。今天很暖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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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很暖和。今天很暖和，今天很暖和。水温挺高，水温挺高，水温不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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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水啊，下来。下来没了，各位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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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真的需要勇气啊！明明看到挂在那里的线扯断了，就找不到它了。啊！梁静茹，好吧，回家。